哇，呢塊地板咁靚嘅，個衰主人呢排成日都唔理我，等我專登刮花佢先。我刮，我刮。哇，你個頭啊，刮無啦啦幫我只狗配音，同埋呢隻係新出嘅 SPC 地板，邊有咁易刮花啊？係咪咁犀利啊？君泰工程呢款 SPC 地板密度好高，所以可以做到100%防水嘅效果，就算是濕水都不会搞到地板膨胀变形，加上强化的透明内磨层，户主就不需要担心宠物行来行去整花的地板啦。适合宠物用之余， SPC 地板还好适合用在浴室的，除了防水之外，地板的内磨层也有特殊的防滑性，跟普通地板材料相比，就算有水的情况下都可以减少意外跣亲的机会。喂，装修追你去哪里啊？没有啊，你说到个地板那么厉害，我现在去试铺啊。喂，等埋呀，呢块地板只有5mm 嘅厚度，可以直接铺喺原先嘅地板上面，唔需要打擦，短时间内就可以安装完成，仲可以避免埋灰尘问题添。直接用戒刀就可以简单咁戒开，四边有锁扣，而且唔需要用胶水同埋水泥安装，相对地砖悭翻好多时间同铺装费，啱晒屋企翻新啦。咁又真系几正喎！你做乜又扮我只狗讲嘢啊？我今次冇喎。